可以的话，当然就是亚洲第一的之类。带学弟就是打进南区。想不想跟同学一起毕业？然后一开始去，当然也是很累啊，很辛苦，每天都是被抄啊。世界赛就是一人会有一个自己的空间，然后全部都你做。对，三天要做完十件的作品。比如说长辈就跟你讲说，哦，那个很辛苦啦，不要去读啦，这样跟什么社会正义啊。帮助弱势那些有关的，然后就觉得应该我还蛮有兴趣的，然后就去读读看啊。也是会辛苦，有时候也会想要放弃，想要快点惹教练生气，教练暴气以后就不练了。可能大部分有些学生会觉得说他很努力在练习，但是就是跑出来还是不怎么样，因为自己的技术方面我觉得是不够，然后身材方面也不太好。也因为你去加入了啊，你投入哦，原来是这样做的哦，这个叫科学的操作，慢慢的发，慢慢的发，写上去的话，很多人认同他哦，还跟他留言互动，鼓励他。我们都是练真花，所以练真花一个礼拜大概一株花就会太换，一个礼拜大概要买1-2万块的花，每天都一直在想怎么办，就是每一个解决的问题，像这个头发也是啊，就不会害怕，还是会更想要了解，然后想要更有动力去做改变这些东西的行动，这样。可是，当你打比赛的时候，慢慢越打越好，或者是你上场时间增加的时候，这些东西的成就感是你自己才知道的。台北城市杯有拿过一次第三，很爽。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是我觉得我想要学习，我是有兴趣，所以有时候也会跟老师讨论，就是说未来要走哪方面，要走理还是文啊？我怕我自己的能力在那个方面会。没有那么出众，就是人生一定会有一些迷茫的状态，在那个时间点，你会觉得你自己可能喜欢很多东西。也许这就是来源，你感觉想要接近你，怎么走越靠越近，目光相对，我想认识你。不管别人有没有进女中，就是你要进女中是你自己，所以就是你只要做好自己的规划，然后慢慢来，然后你用你自己的步调就可以完成你想要的。因为你没有这些努力，就换不来这些东西。这也是我们打篮球最快乐的乐趣吧。你可以写你喜欢的，将你的喜欢，然后持续去做，就会展现出你的专业。虽然成绩没有来得到那么好，但至少跟点一点去做比较。是好上还蛮多的，这一条路上就是只有跟自己比。人生哦，有很多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。就是我想要尝试各方面的东西，对，多少去触碰一下。你们未来可能上了高中，上了大学，会再继续走体育这一条路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是想要。总不能半途而废，都练那么多年了，所以就打算继续练下去。就算你走的，不管未来走的是文科还是理科，每一样都是还是要去做。然后，即使未来就是对你来说有点困难，可是就每件事都要自己去挑战，还是要去做一些别人会的东西你不会，但是你可以想去尝试，然后让自己更好，有更多优点。